问：2020年7月7日，魂体被带到南天门，诸天护法齐聚南天门，金光耀眼，高大威严的金刚护法手持法器，正在用天眼视察人间疾苦。东方执国天尊，由天地的童子，借你之手，传我圣令，我今为你开示，借佛敛财种种罪。童子且仔细听好，东方执国天尊，人间那些妄想借佛发财者，不要妄想。我告诉你们，凡借佛菩萨名义起庙宇道场，背后却借着道场名义赚钱。佛菩萨的钱财是拿来利益众生，让众生听闻佛法受益。你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拿着佛的名号赚钱。佛菩萨的圣像是替你们守灵的吗？看来到寺庙的人潮多，而在佛菩萨道场附近开赌馆、妓院、游戏之类的场所，真是胆大妄为。我告诉你们，天上的护法天神不会和你们开玩笑。赚佛菩萨的钱，出佛身血，不单单福禄受扣尽，死后得火烧地狱之苦这么简单。地狱出来你也别妄想能投什么好去处，你们是生生世世投畜生道。弟子马来西亚，2020年7月7日。答：讲的完全正确，什么样的钱能赚，什么样的钱不能赚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一定要正正规规的赚钱。过去就有这样的人，年纪轻轻，长得很漂亮，到处募捐让大家帮忙再建一座大庙，让人感觉他好像很慈悲，在帮助法师造庙，最后生个怪病，无声无息的就死了，而且下去后还上不来了，以后会投畜生。像牛、羊、狗，你盯着他们的眼睛看，像不像人？